大家好，我是陈爱宁。我叫陈春霞。我是陈希杰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欣瑞。我是蒋玉林。My name is Mia Lee。大家好 ，My name is Vanessa。我是刘子涵。我是曲林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若水。我是王庭月。我是吴凯琳。大家好 ，My name is Jennifer Wu。我是吴晴。我是吴若清。大家好，我叫于轩叶。大家好，我叫郑林。每年的华月征名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主题。2016年，我们的开商之作《古筝之韵》展现了华月古韵。2017年，《古筝之魅》融合了中西音乐。2018年，《古筝之声》诠释了筝音如泉。2019年，《古筝之旅》呈现了多彩民族风。每年音乐会都会为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筝乐体验。2020年，新西兰筝乐工作室第五届年度音乐会《华乐筝鸣》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将以线上平台 YouTube 和哔哩哔哩直播的形式为大家呈现本年度的音乐会。直播时间是12月26日，周六，新西兰时间晚上7点，也就是中国时间下午2点。如果您是古筝爱好者或对我们的表演感兴趣，欢迎在 YouTube 和哔哩哔哩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新西兰筝乐工作室，我们将在上述时间准时直播。那我们音乐会见哟。